请观赏台湾男女真情事件。妻子的人权对他为所欲为，任意施暴吗？你可曾想过，家庭暴力不仅是受虐者身心受创，而生活在暴力家庭中的子女心灵又会遭受到多大的创伤？这些无辜的子女人格发展上的失衡，将会对他们一生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？许玉芳是个饱受丈夫凌虐的可怜女人，为了子女，她忍屈受辱地过了20余年。这种委屈自己的做法正确吗？20余年来的屈辱真的就能保全他的子女吗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母，阿母已出事了。阿辉啊，阿母今嘛是安怎？你搁加问，这拢是你害的啦！你阿准讲离开这个家，就应该这个家脱离关系啊！知影。我真无，你搁甲这个事情送我，你是有够过分的嘞！你真正是该死，这你哪会使拢怪我？这是阿爸害的，该死的是阿爸，不是我。我白听，我白听。阿辉啊，你较冷静嘞，即马上重要的是阿母。他是讲，你讲爸啊，哪会使保庇阿母，平安无代志。我愿意牺牲我一切来保护伊。医生，我阿母即摆安怎？哦，你阿母紧急急救了，即摆已经无性命危险。医生，请你替我开一张医生证明，我想要去法院替我阿母提出告诉，要求离婚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这是恁老母甲恁老爸的代，你敢要考虑看卖啊？其实我早就应该替我阿母想办法了。
我袂用阁目睭金金看阮阿母，阁受着阮阿爸的伤害。若是阁安尼落，阮阿母就算讲无死，嘛会气掉半条命。那安尼，你对我来。阿母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，我手抓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，我袂阁做歹囝。阿母，你紧精神啊！你要去倒？免你管啦。阿母会想要去死，拢是为着你这个不好囝的。你怪我？阿母是你在照顾呢。啊，你有精神无哈？哦，你搁怪我，是你家己袂学好诶。好啊，好啊，无你讲嘛。你自细汉，你敢会通欺负我？啊，你家己咧，你敢讲拢无问题是无？我有啥问题啊？你爱我讲啥？好啊，亲像你这款查某哦，伫迄种五六场所咧上班，规工哦含遐查某人哦，个个滴。我叫这种查某叫啥？叫吼老实啦啦。你是来讲啥？老实啦，老实啦，老实啦！安怎？安怎？哼！我见过你，我即马哦，不是以前去的阿俊啦。你若是不相信，你试看卖咧。你知影我厉害啊吼？恁爸今日哦，无想咧和你耍啦。阿尊啊，是安怎啦？伊就走来翻啦！你是二姊，伊阁遮尔少年，你敢袂使让伊一下？阿姊，为什么要让伊安尼继续放荡落去？自细汉阿母为着伊吃花做苦，你知无？伊阁安尼歹学好，规天伫咧外口啰啰嗦，冤家相拍。阿姊，你个目睭是洗过倒去？装作无看，就无代志啊，凶。我哪有装作无看伊？你莫带你的气，拢出在我的身上好无？敢我安放荡落去，无爱惜伊家己，管我什么代志？阿母，你清醒啊？阿母，你莫哭啊，已经无代志啊。是啊。照顾你家己的身体，莫想伤多啦。林茂松判刑无忌20多年，终于逼迫子女反弹了，由碧娟出面一状告到法院，被判个强制离婚，这也该算是他的报应。长期被林茂松欺压的家人，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。但是血浓于水，林茂松再怎么坏，毕竟是自己的父亲。就是因为如此，碧娟还是回到老家去探望这位暴君。阿爸，谁是你阿爸？免你叫啦，你这不孝女，你给我死出去！阿爸，你哪要安尼啦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你搞嘛？你安尼发伊告恁爸啊？哼，恁爸早知影讲你这款不孝女啊，出事哦，你们就该溺死哦，万免了这侪钱，了这这侪米，但无紧啦，恁要注意哦。阿伯若雷公咧等哦，最好莫出门啦，啊无恁哦，随下去啊雷公来讲讲事啦。阿爸，免阁叫啊，从今以后咱断绝爸仔囝的关系。但是真足听哦，恁虽然哦，也无通好过日子啊，我定互你随下亲笑啊亲笑啦。阿爸，你拄则讲的是啥物意思？哼，我讲台你听无？吼、哦，你是讲我甲恁老母离婚了，就拢无代志咩？看啦，好戏在你后边嘞啦！阿母，互你拍几世人，敢讲安尼阁无够？你一定要来比试，你才欢喜笑。你这个不老猪！你娘说恁爸神经爱拍人呢？嘿，那是恁老母家己找呢。伊今日踮外口，做着下死下情的代志，该找陪听啦。阿爸，阿母出去拢要替人洗衫、煮饭、摒便所，为了这个家，伊付出这多。你阁嫌伊安尼无面子，无乎你自尊，那恁才叫你家己去做啊！阿爸，你莫嫌我讲的歹听。
袂啊，人还当你批评，你敢无听到？大家对你背叛、背叛，你阁嫌我这查某囝做你无好。今仔日，假使我有选择父母的权利，我嘛怀你这款阿爸。阿爸，这届吼无法度，可能找你麻烦。唔知阿俊啊，最近啊有变较乖无？来，你呐，靠腰啊！男子汉大丈夫啊！啊，饮酒哦，该一嘴哦，饮好大啦！你查某的哦？唔是啦，大啊。我这一杯吼，我甲啉落去哦，我带来等，我是便秘的呢。哈？安尼哦。阿红啊，紧去传一罐通乐转来啦。好啦，等下。大，你无在落去传通乐转。好你啉吗？这哦，你若啉落去哦，保证你的便秘哦，拢好起来。大的，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唔是马桶呢，我是人呢。阿伯。你家己莫打啊！松开，松开！停啊，停啊，停啊！阿大诶，今仔你是安怎啦？你今仔心情无好哟？无啦，我是咧怨叹啦。人生啊，有足侪无奈诶代志，有足侪未爽诶代志。我嘛是无办法去改变。阿母，细阵的代志你莫操烦好不好？伊要变好还是变歹，就要看伊家己啊。话袂用安尼讲起啦。我看你阿爸结婚这么侪年，逐天都是安尼吵吵闹闹，我家己都过到安尼乌天暗地啊。你哪可以得亏啦？去管恁小弟。所以现在变成这样，阿母要负很大的责任。阿母啊，你别听世尊讲话好不？你也无叫伊去学歹啊。人讲哦，恶人只有恶人磨，你若是要让人抓去关，再讲哦，就让伊去关啦。静妃啊，你哪会使安尼讲你小弟？人咧讲花出露店，要死无天。当当时阿母，就是目睭闭无紧啦，唔知迄景着你若目一个唔醒去啊。清辉啊，你着爱听母的一句话，假使讲阿爸你若要结婚，目睭千万着爱闭无紧，知？阿母，啥话？你老的人，甲阿姊讲就好，一世人。静妃啊，迄是你即马吼，还未去当着好的对象啦，你唔才安尼讲。阿母，你也毋是毋知影我的个性啊，我讲会出，就做会到。大，莫想遐多啦，日子过一天算一天，啊，欢喜就好啊。对啦，对，你安尼讲啊，有道理啦，来。停了，停了！啊，多久啊？你呐，都才不管来啦！你呐，啊，我来酒嘞。无酒啦，啊，你三个是啉煞袂哈？卖食饱用无代志哦，再来加热热水啦。后边哦，要别人开始等呐。哎，你这是啥物口气啊？我安伫家咧啉酒，我乃毋是无开钱啊？你是咧烦恼啥？你来这开什么钱啊？你逐摆来这哦，就是请恁年纪的小啦，让知恁年纪顶个月薪水，拢用靠了了啊！哎，
这是阮家的代志，唔免你管啦。我伫遮咧开钱，你是咧唔甘心？安怎？你想要拍我哟？拍！看像你这款人哦，你做嘛无脑插你啦？哟，你是咧讲啥？你看嘛是个你？阿老小妈来啊！麦家长，哎，好，今仔日哦，算你好运啦，恁爸心情好啦，放你煞啦，行。闪啦！晋惠、世俊这对姐妹，除了对母亲的孝心之外，显然的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们已偏入了歧途。林茂松这个孽可造的不小，莫言后代，看样子冥冥之中还是有定数的。夜阑人静的深夜，许玉芳独自一人在房里，心情复杂的难以沉眠。脱离前夫的凌虐，让她如释重负。但是20多年来的相处，无论是生活多么凄苦，毕竟还是夫妻一场。如今骤然分散，多少有些难以割舍。这由不得让玉芳回忆起以往这20年来的点点滴滴。你免惊啦，阿母袂害你啦。我听伊讲哦，伊有六块珠啊，甲一般诶草地人无共款啊，一定会真疼惜你啦。阿母，咱也无想要嫁啊，为虾米你遮尼早都想要甲人赶出去？戆囡仔咧，阿母哪会甲你赶出去？你是阿母诶孤仔囝，你要嫁，阿母是种毋甘诶，你知无？阿母。啊，无安尼好无？我永远拢卖过，啊，都别烦恼，你的身躯边好吧？憨囡仔嘞，你讲的什么话嘞？安尼吼，阿母就伤自私啊啦。无安尼啦，等下咱来吼，你先甲头看卖，啊，你若无介意吼，阿母袂甲你勉强啦，哈。哎，马上啊！啊，你咪较紧嘞！哎呦，查甫人吼，阿要你要讲一下亲情，啊，你坐你咧坐啥？你咧在化妆哦？化妆，妆好好，阿要滴水滴水，啊，你衫裤穿啊袂好，啊，你今日真正，哎呦，我都食啊大汉啊哦，你看，连一只只领大安尼也袂晓干啦。啊，你最近咪细细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阿爸，我心里想讲，对啊，袂准备好啊，你逼我娶某，我人生也袂要娶啦。哎。但你这唔将囝准备好哦，恁爸老啊啦！咦，我叫你来安尼看一下，安尼你安尼是会死哦！啊，你若看无介意哦，你再过来讲啦。哎呦，咱个阿仔因查囝，哎呦，水甲安尼好罗腰呢，偌济人咧去做亲戚呢？啊，你看一下就好啦。阿爸，啊，你心内吼，你拍算哪我都知知咧啦。煞唔知那逼我娶某了吼。就留在我们家跟你做餐啦，就袂去外口飞啊走啦。哎呦，阿爸拜托你啦，我家四年啊，我家弟啦，我唔喜欢在啦，卖勉强我啦。我不管你是不是这落料啦，反正哦，我天家后生哦，就是爱要种田啦。嗯，我吃老啊呢，你唔种，俺无要叫恁老啊种到死啊，你都甘愿的呢哦。阿爸几岁啊？啊，我叫你娶某，恁是对也唔对。啊！你唔娶少年某，啊！你食老吼，怎么食娶老个婆哟？阿爸，我唔是这個意思啦，我是讲吼。好啊啦，你莫去忤逆我啦，行啦。小弟，啥会啦？爸，你就样讲，我穿较水去相亲，啊，你嘛穿一个差不多咧。哎呦，阿查囝呢哦，会用笑呢。阿爸今仔穿个呢哦，真怕啦。今天是你要相亲的，不是我呢。行嘞，来了，来了，小姐，小姐，好，等你坐啦。哎，在，开始。阿雄啊，
啊，你卡是黏着担仔架的哦，你行啊慢啦，你来啦。真的，阿婶，好，这小可意思。哦，那就遐功夫啦，人来就好啊。应该啦，应该啦。阿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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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袂啦，铁卡。哦，你的身体遐尼勇哦，我看上少嘛活到百二岁。哦，迄哪有可能啦？阮阿爸活到百二岁，就毋是妖怪做的。唔食死伊啦，你咪多嘴啦，接点啦。哈哈哈！你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！你莫看，哎呦，人可以哦，不搞讲究，阿你唔只赞，阿你我有介意，我有介意啦！你讲我唔对啦！放下，放下！阿母啊，我紧啦，你少看一下嘛。啊，饮茶啦，饮茶啦，多谢多谢，饮茶啦。安怎看有清楚无？安尼福相福相，将来一定大富大贵的啦。安怎？你有介意无？我无意见啊。听你唔只声音好，林茂松憨直敦厚的模样，不仅让许家二老看得中意，就连玉芳也是芳心暗许。谁能料到这个看起来面貌敦厚的男人，居然是个在性格上有严重缺失的人？玉芳暗无天日的日子从此开始。婚后的起初，林茂松倒蛮像回事的，不辞辛苦地上田务农，这些看在玉芳眼里，庆幸没有选错郎君。但是黑炭就是黑炭，永远也不会洗白。随着工作的不如意，林茂松失去了耐性，他终于掩藏不住原本的劣根性，露出焦躁易怒的原貌，不时地怨天尤人，将一切的不如意归罪于老天的刻薄，老是怀疑有人替他带衰。这个偏激的想法让他不自觉地陷入了魔障。一天中午，林茂松终于发现让他带衰的原因。大家大家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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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阿婆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是煞好，你拢我目睭内底啦。安尼哦，我帮你看卖啦哈。好。无咧，你看遐顶头诶，无物件啦，无啦。阿婆哥，少听呢。安尼哦，阿婆我帮你分分诶啦哈。所谓魔由心生，许玉芳这个平常的举止，在林茂松的眼中却成了奸夫淫妇无耻的调情行为。这个误会却让玉芳平白受了20年的折磨。从那一次事件后，茂松整个人变阴沉了，他不在下田干活，所有的劳务全让玉芳一个人做。玉芳忙里忙外的，她也不闻不问，整天只是疑神疑鬼。只要玉芳一不在视线中，一定等到玉芳，直问她的行踪，
玉芳再怎么回答，他都认为是在骗的。哎，阿伯中途就转来了。你不看在这吼？啊，阿落雨就免做。哎，你讲一下道理好不？啊，落雨规身躯阿个淡薄露是要安那做啦？好啊，不多要了，关于煮饭啦。我是来煮哈。小丹，我问你啊，你再去除了去园以外，有去保养？我想啊，我自早在外口安尼做事做到即马，你哪有时间去保养啦？最好是安尼啦，你啊，较莫踮外口甲闭嘴闭关。你讲这是啥物话啦？你今仔要去食饭无？好啦，关于煮啦。凊彩讲讲的，鬼要相信你？哼！想到这里，玉芳不禁暗自垂泪。至今她还是想不透，憨厚的茂松为何会变了样？她哪里会想到，林茂松原本就是一个邪恶善变的人，敦厚的外表只是老天伸错了相，不给林茂松一个欺世的面孔。一个误判却毁了一生，平添无尽的折磨。这个折磨，直到儿女日渐长大，依然没有改善。阿爸弟弟教会哦哈。上啊！你是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囡仔是倒位，搁得势你啊啦哈！你要从哪？看住吧！老王，放弃啊！啥好东西啊？探沙是什么意思？无什么意思，恁爸早就对你无兴趣啊！你讲你偌乖，只不过是踮外口做工课尔，恁爸不爱是。今晚被警察看卖。你跟我同桌啥？我敢是你款查某哟。你本来就是款查某，就本来你款好查某。你我都骗不啦，你我都骗恁爸啦。快去给郑少停。
我看伊主是头壳才遐去啊，无怪古早老爹讲啊，甘愿嫁予都市的乞丐，嘛唔嫁予田庄的好嫁。啊，恁两个阿公要十几年啊，囡仔都生三个啊，哎，逐天做阿那牛嘞，伊还阁无满意哦。好啊，你敢讲两句好无？你阁敢讲？拢是你啦，当初拢是你主意的啦，即嘛才害着好嘛变成安尼啦。我哪会知影、啊？我哪知伊煮汤的伊坐这个怪怕无？好啊啦，莫阁讲啊啦，这木箱啊吼，有够夭寿啦！啊，咱明明都无吃芋头啊，硬要叫人放芋头啊屎！讨气呀，讨气呀，讨气也嘛爱有证据啊！啊，但即嘛代志变啊安尼，是要安怎才好？无咯，我即嘛是来找伊，快点来交代！无咯，我若无出面，伊就是你后头厝的人拢死了了去啊！好，你免惊，阿爸替你做主啦。阿爸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去啦。讲啥囡仔呢？伊甲你爸安尼，你搁咧替伊讲话哦？阿母，我只是唔甘我三个囡仔。夭寿！夭寿！每个少女对婚姻都有个美好的憧憬，许玉芳当初也是满怀憧憬地嫁给林茂松，但是这个美梦却因为现实的残酷而破碎了。自此，玉芳过的是充满羞辱、凌虐的晦涩日子，唯一能让她支撑下来的就是三个尚未长大的孩子。为了能呵护儿女正常成长，许玉芳牺牲自我，舍弃尊严，继续承受丈夫林茂松的打压。在一次忍无可忍的凌虐下，许玉芳逃回娘家避难，总算是让饱受摧残的她获得了短暂的喘息。由于熬不住对儿女的思念与牵挂，她又再次主动踏回这个让她心灵伤痕累累的家。从娘家回来的玉芳更坚强了，当她亲眼看到儿女因为她不在受罪的情形，让她更勇敢地扛下了保护儿女的责任。她抹拭掉泪痕，一扫心中阴霾，认真的工作。玉芳全心全意地盼望孩子能在她的羽翼下不再遭受任何的风雨。为了儿女，为了维持这个家，玉芳积极地寻找工作，希望能贴补家用，让儿女过得更好一点。在玉芳的辛苦支撑下，儿女们终于长大成人，老大碧娟，
老二敬慧都已能自食其力，而老三世俊现在也读了高三，看到儿女们的茁壮，玉芳无限欣慰，这20多年来的吃苦受罪也就不算什么了，毕竟从孩子们的身上他看到了希望。当家呀，这款工费还你做，哈？恁爸面子哦，拢给你卸了了。老兄，你假是我爱做这路工费啊？你也不想看卖啊？你的个性，大家人拢惊你，害我安尼四界找无头路。这嘛真无简单，人家要用我，我拜托你。你卖个还啊，好不好？啊！啊！你家家应是应是，哎！你别还，总共一句吼，你就是为了爱情呀，爱情。来，退了。这是唔够你开啊！吼，行，交代。好啦，什么大事？跟你相关的呀？我银行是我某啦，阮家内事要恁管啦。你给我放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若无乖乖，等恁爸转去哦，恁爸就该拍死。别拍啦，母啦！阿母，阿你安怎无？阿爸。我劝过你哦，以后你若是对阿母安尼哦，莫再阿对你无客气。哎，你这什么口气啊？阿那死大汉啊，你想我唔敢拍你哦？安怎？阿婆，你若敢对恁爸安尼，一定是恁老母教你的吼。无要紧啦，人试试看嘛，时间恁爸拢来赶赶出去。好啊，你来啊。阿母哦，我咧保护啦，我是咧惊啥？好，恁爸说两日目睭拿来甲你看，看你早一天才有许才调。哼！阿祖啊，佮他安怎讲？伊嘛是恁老爸啊，你免哪会使安尼对待伊咧？阿母啊，阿爸哦，伊实在有够过分的啦。阿母啊，啊你哪有遐侪钱啊？这拢是恁阿爸跋筊赚来的垃圾钱啦！来，你赶紧摕去害伊，顺便甲伊讲吼，阿母要食，阿母家己会晓赚啦。阿母啊，你这个钱给伊哦，伊嘛是输了了啦。这你唔免管啦。阿尊啊，到这个时间你无得好好读书，你走来这是咧创啥？阿尊啊！阿母是无时间吼，通去照顾你，你家己着爱较亲像人个呢，知无？我知，我知啦。阿母，啊，我先来走。我爱拍拼读书，一定要考条大学，搬出去住。只有安尼，我才会当离开这个我痛恨的家庭。小弟咧，我唔知呢。一个囡仔吼，我唔知要哪讲伊才好啦。啊，规工安尼厝内待袂住，四界爬爬走。哦，我是烦恼讲吼，伊若交到歹朋友，安尼就害啊啦。阿母，你这嘛袂当怪阿俊，要怪就爱怪阿爸啦。
你看，这是啥？嘿嘿嘿，大个有气魄。你家伙，真正好食好啉物件哦，拢传出来啦，进去啦。以后你只要好好对着我身边，若是有啥物好康哦，绝对有你的份啦。是是，大个，后摆吼，只要甲细伢话一声哦，我就甲你准备好势啊，好势。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碧娟对家的痛恨，是埋在心底对父亲的怨恨起了发酵作用，而世俊的目无尊长的行为。虽然是林茂松咎由自取，但是你能说他不是受了林茂松的影响，承袭了他的邪恶，而扭曲了原本善良的本性？林茂松荒诞的行径，严重造成孩子们人格发展的失衡，导致行为思想上的偏激。这一切，林茂松能不负责任吗？清楚哦，你两个偷来暗器哦，到底偌久的时间？你若无老实讲，我恁爸就给你砍白布。老兄啊，你莫冤枉我，我真正要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我是清白的啦。清白？那像你讲查某，恁爸看太细啊啦，你这个形就是土匪大爷的，是顿顿大三家啦。你真好斗，阿爸让恁爸做乌龟，恁爸吼，伊今日一点秒都死。笨手啊！两扎细细也看不到，我算上地头了。无钱，啊无钱叫我硬要睏倒，这唔简单。啊，这涂骹遮凊彩都嘛会使睏，睏涂骹。大个，你睏算少哦。你哦，无钱哦，你嘛别通想一下办法嘞哈。大个，你嘛知影我的人，我哪会管才调啦？阿爸呐，你回来啊！
你哪还袂休困？我着咧烦恼恁小弟啦，啊，太早晚还袂转来安尼。阿官啊，你去找伊好无？阿母，我唔知你要去耍。我是要去地找伊啦，我看哦，伊是捡家啦。阿官啊，你要来啥咧？讲恁小弟咧？阿母，敢唔是安尼？其实吼，恁小弟今仔会变成安尼，嘛袂当拢怪伊啊。伊就是因为吼，过来拢无关心伊啦，啊，伊的心肝内有怨叹，所以唔只安规工伫咧外口流牙舌，唔肯转来啊。阿母，你莫搁替伊讲话啊啦，像咱阿俊迄款人吼，伊要互人包啊，人搁嫌伊无够咧，伊搁叫伊做拢嘛遮尔啊简单。讲来讲去吼，你就是袂去找伊啦。好啦，阿母家己来找啦。我都唔相信讲吼，我一个做老母的，家己去找伊，求伊去拜托伊，伊也唔肯转来啦。阿母，好啦好啦，你先休困，我来找啦。阿婆，你紧去啦。也许是母子连心吧，玉芳她整夜心神不宁，担心儿子世俊深夜不归会出问题。果不其然，此时的世俊确实心生歹念，做出了令人扼腕的行为。年少轻狂的世俊会因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他能浪子回头吗？碧娟为了能让母亲玉芳安心，从深夜寻找到天明，却依然未找到弟弟世俊的下落。此时的他尚不知道世俊已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整夜未合眼的碧娟精神恍惚地在路上走着，这个情形让擦身而过的房东童德发现，对碧娟早有好感的童德关心地将碧娟拦了下来。厝头家，歹势啦，我最近手头淡薄仔无方便，顶个月出租，敢会使延几工啊？无要紧，无要紧啦，我毋是来找你讨出租的啊。搁再讲，恁厝下人总有困难的时阵啊，小寡代志啦，啊。歹势。太谢啦！阿冠，阿冠，你想怎啊？哦，可能是我最近发生伤侪代志，头壳戆戆啦。哦，啊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啦。阿冠，无安尼啦，你人无爽快哦，我先送你转去好困啦，好。回去小姐叫我，我今日去接母啊嘞！拜托你出去啦！哎，回去小姐，都变成遐秘书啊，车都跟咱咱来啊，都伫遐好好陪我啦！你哪有别来哦？我要叫啊！叫！叫！你要叫啥人啊？你莫伫咧遮卖菜工啊啦！妖叔的，嚣张无？你敢要拍阿爹哦？拍伊是安怎？你敢伫咧店的乌白来？快点吼！我死到真歹看啊！啊，你冷静啦，你着无代志，你就不能耍啦。啥？参像这款人，你还在替伊讲话？小查某，你阿是什么样啊？你家己别记的，我慢慢还转着。哼！叶秀，你哦，不是我伫咧讲啦，实在是有够无路用的啦。行到地吼，第一样屁股较地啊！今仔日吼，若是换做我，我要欺负伊哦，得叫送伊好命啦！阿冠，出头家是你哦。阿冠啊，莫叫我出头家啊，叫阿弟就好。对啦，
你哪有闲通来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我拄仔好经过恁家，啊，顺续买一寡果子哦，要互你食。安尼哪会好意思？这也无啥物啊，来啊，来，摕着。多谢啦。袂啊。啊，阿官啊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我一直想要甲你问的。为什么哦？恁四个人要分做两爿住的？阿官啊，以后若是拄着什么困难哦，你尽量甲我讲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，哈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差侪啦。一定是我阿母回来啊。阿姊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我无安怎。警察先生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最近咱这区吼发生几落件抢劫案件，拄仔阮伫附近发到伊伫遐鬼鬼祟祟，我怀疑伊和这个案件有关联。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啊，歹势吼，拄只吼是我叫伊出去甲买物件，可能哦是你误会啊。是安尼啊。是啊是啊，那安尼吼，以后你莫叫伊半暝吼，出去外口路路踅，安尼就有影的。好好，歹势歹势，互伊遮无用的。好，我来走。好，我来走。阿俊啊，你是不是又搁去做啥物歹代志啊？自从同德为世俊解围后，这个承袭了父亲邪恶的少年突然像开了窍，他不再胡作非为，在同德与姐姐的鼓励下渐渐地步入正途。碧娟也因那次事件后对同德心生好感，两人开始有了交往。阿弟，多谢你啦。阿俊，若不是你，可能早就捡人抓去关啊！林小弟哦，这个年岁哦，是上需要人照顾甲关怀啦。恁阿爸阿母安尼哦，是重要的原因啦。卡叔讲，阿俊你这款的老爸，唔知有偌好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实在唔知要哪报答你。莫客气啊，但这也无算什么啊。阿官啊，可能是咱两个有缘啦。若是阮某死哦，我嘛袂搬来遮，安尼咱两个永远都无可能熟识啊。你一定真爱伊吼？那安尼，为什么阮阿母遮侪年，拢无一个囡仔嘞？虽然哦，阮结婚遐侪年哦，也至少要有家己的囡仔，但不过阮某身体无好，实在是挺不上姻缘。真歹势，问你这个问题。无要紧，经过遐侪年哦，我有惯性。阿官啊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我想要甲你参详，唔知你肯唔肯？是啥物代志？你讲啊。是安尼啊，我是想要叫伊来我遐住，安尼恁小弟小妹哦，嘛会当甲恁阿母住做伙，大家互相冒一个照顾。同德的提议让碧娟心生犹豫，所谓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目睹母亲遇人不熟，长期被父亲凌虐，碧娟对男人的戒惧一时是无法摆脱阴影的，这难道不是家庭暴力所导致的后果吗？李姐啊，我来给你斗三工啦。唔免啦，谈做上重要，你心里去吼。啊，这是查某人家己的代志啊。啊，即摆是啥物时代啊？你哪样咧讲？来啦，我来啦。李姐啊，你下暗吼爱上班，啊，这时候搁爱煮饭还食。啊，而且吼，恁迄个头家哦，甲你一个人哦，当作两个人咧操啦。你安尼哦，实在有够辛苦的啦。李姐嘛，咱知影吼。
嘛就要好好打拼，才有出头的一天。我知影啦。哇！啊，你是在看啥？二姐啊，你含之前吼，拢无共款啊呢。你哦，愈来愈水啊啦。你哦，这一次嘛愈来愈甜。一定哦，有足侪人吼，足介意你的吼。那是当然咯。啊，不过我看伤侪啊啦，我只能来滴。二姐啊，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阿大姐啊吼，伊即摆含阿德伯也做伙，阿因两个差遐尼济，实在有够含的啦。你管遐济是要创啥？阿姐甲伊就好啊，若毋是阿德伯，你早互警察抓去关啊啦。啊，而且吼，而且吼，我已经袂改变啊。洪德的诚恳与沉稳，终于获得碧娟的认同。碧娟终于敞开心房，接受了洪德的爱。什么呀？你讲你要搬去跟阿弟偌大？阿官啊，啊你是查某的，伊是查甫的，你搁还袂嫁翁，安尼敢好？阿母，我已经这大汉啦，你搁惊欺负我哦？搁再讲，阿弟伊袂啦。我会安尼做，嘛是想要讲，大家轻轻的啊，让阿俊甲阿辉来遮大，大家嘛会使互相照顾啊。阿宽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啊吼，阿母就无甲你反对啦。也毋过你也会记的呢，搬去迄边若住了袂惯势，是还阁搬转来哦吼。好，你是讲甲恁老母离婚了，都拢无代志咩？看啦，好戏在你后壁咧啦。阿母都已经答应你啊，你是搁在烦恼啥？阿母，我哩烦恼讲，我若搬出去，都无人替你照顾啊。阿姊，放心啦，阿母哦，着教好我。啊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咱再搁联络啊。真，嗨，戆囡仔嘞，唔知阿母今年拢几岁啊？你是搁在烦恼啥？是你哦，你通搬出去无几工，就转来讲，你要嫁人哦。阿贵，你哪安尼讲啦？那我是讲真正啊。阿母，你看伊啦。好啦好啦。哎呦，你莫个小看啦。好啦。晋惠公司的门外，林茂松贼头贼脑的出现，瞧他的神情，八成又没安什么好心眼。你好，请问你敢是阿德啊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阿官阿的老母啦。哦，阿官哦，紧出来，你老母来啊！来来来，请来面前，来请来请。多谢。阿德啊，恁家阁真舒适嘛？阿母，阿官啊！恁两小姐，我来倒茶哈。阿弟啊，阮阿官伫个遮，甲你添真侪麻烦哦。袂啊，阿官哦，是一个真独立的查某囡仔，啥物代志拢做嘛真好势。我阿弟啊，真久无见面啦，一定有真多话要讲。无安尼，你留来吃饭，我先来准备吼。多谢你哦。阿母，你伫看啥？阿母是感觉阿婷哦，这个查甫人是袂歹啦，也毋过吼，有较老淡薄安尼。阿官啊，阿婷啊嘞？哟，你早起你无闲啊？阿母，阿俊最近安怎？阿俊啊，
啊，阵啊，做起唔知有偌亲像人诶呢。逐天透早安尼，照早起床就去上课，啊下暗吼，当下就安尼赶囡仔去做工课。有当时啊，转来吼，佫伫遐写，转来互我食呢。啊，阵今仔日变成安尼吼，拢是阿弟的功劳啦。啊，阵啊吼，即马伫货运行咧上班，虽然有较辛苦淡薄啊啦，迄毋过人咧讲吼，做人着爱活，做牛着爱拖啦。所以我即马一点仔都要烦恼恁小弟，我即马烦恼的吼。钱都是浪费啊！爸，你哪不来？阿母。你真正不要有遮大，你明仔载偷偷回去嘛是难看呐。袂用得啦，恁小弟吼最近拢加暗班，啊老静辉也一人伫咧厝吼，阿母袂放心的啦。讲囡仔，阿母吼后摆会较接待的啦，吼。阿弟，我先送阿母回去。好啊，较早去，较早回来吼。阿弟啊。阮阿官吼，才麻烦你甲阮家照顾呢。做你放心啦，先行吼。哼，我就知，你伫外面早就查某人。好啦，你这袂见笑查某，甲试看卖。有一天一定要和你亲笑亲笑。来啊，手放下。啊，足疼的呢。吼，你莫这尔无路用好无？迄人换作是阮阿爸甲我拍吼，我嘛照常参伊拼啦。好惨像你，互拍到这尔凄惨。啊，你拍袂赢啦，袂晓消化味一下。恁阿姊，我是无要紧啦，我是烦恼阮阿母。假使讲，阮阿爸去找阮阿母的麻烦，那安尼，我毋是颠倒害着阮阿母。哎呦，安呐，安恁老母吼，第一间去恁阿姊因家遐佚佗啊，啊因三个人斗阵做伙，恁阿爸是敢安怎啦？我看，你也是烦恼你家己好啊啦。一个是阮阿爸。一个是阮阿母，我这个做查某囝是要安怎才好啦？你的问题哦，若换作是我，我两边拢无爱插啦。唉，想当初哦，阮家嘛甲恁家共款啦，所以天下敢会查甫人哦，我一个拢无爱啦。哼，你看我即摆安尼这样过，嘛是袂歹啊。有时阵我嘛做欣赏你啊。啊对啦，恁阿姊，你看安尼好不？你陪我去找阮阿母，还是拄着阮阿爸，你会用帮阮阿母出气啊？嗯，小芳哦，我上爱啦，行。阿母，静辉啊，啊恁两个要去倒位？阮。静辉啊，你怎哪安尼乌青了了啦？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哈？哎呦！啊，算唔知因咧碰到对面老爸找到家来。就算是前世的冤债，这20年来的折磨也该偿清了。玉芳的无奈，林茂松却丝毫没有感应到。此时的他正捧着酒杯，满脑子的邪念。依然是你啊！你敢唔捌听人讲过，薄酒伤肝，豆酒伤胃。一个人伫个家里啉烧酒，唉，伤心啦。我就是你卖管啦，酒摕来。好，既然你把我当作外人，安尼阮来走，恁伫个家害你插目啦。
安怎？你看伊啦。好啦，我来啦，你先走。林董诶，歹势啦，啊，我米兰哦，较袂晓讲话啦，有啥物做唔对的所在吼，请你多多包涵啦。哎呦，你是讲伊倒去啦，甲伊无关系啦，迄是我家己心情歹啦。叫来啦，莫想遐济啦。你来啦，你来啦。 休息啦啦，为着表示我的心意吼，这杯我敬你啦。我问你啦，咱两个斗阵偌久？你几冻啊？那呢，我对你好无？当然嘛好。你敢知我为你开偌济钱呢？我知啦，拢总的。 啊好啊啦，要算算袂煞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今仔若是无互我一个交代吼，我是袂帮你煞啦。别，莫安尼啦，我知影你甲我斗阵哦，受足侪委屈啦，啊你著知影哦，我最近哦，开口较歹吼，哎呀手头较闲啦，啊所以吼足侪代志吼，拢互你受委屈，我都反着你啦。哎，安尼好，过两工啊吼，我才想办来做一个你啦。 迄个有啊啦，哎，米兰，你妈妈安尼，这钱哦，人生命要倒重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你若爸要死的时阵，伊所靠毋是老人在底？是，哎，无，你哪知啊？啊，你袂记得啦，啊，就是咱迄落时阵，你甲我讲的啊。干嘛呢？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林茂松这下可碰到了对手。美兰这一切的做作，其实是早就布好的圈套，而设计这个圈套的，就是酒店里的那个男人，美兰的老相好张永胜。 阿爸，我有好康哦，要甲你讲啦。哼，当然你这个卡车有什么好康啊？阿爸，阮头家吼，伊想要开一间迄个货运行，啊，伊甲我讲吼，我若是赚淡薄仔钱，我可以做自己头家呢。哦，安尼今仔日就是欠钱照想恁爸啦。嘿啦，对啦，阿爸，啊，你也使我偌济。 你欠钱，要来找我，哼，无较错，因为我嘛欠钱，我无钱。啊，你无钱哦？唔对呢，阿公要死之前，伊毋是留足一个财产呢，啊，是安怎那会无钱啊？讲到恁遮食饭卡中诶，对毋则时段啊苦楚，你想看嘛，恁遮个祖先，较细汉啊，捏捏捏捏捏到遮大。 啊，开落就钱债无，这讲恁阿公哦，老金山银山啊，是用无够啦。对自己的儿子都能一毛不拔，这个林茂松也真是够了。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没多久，林茂松发现他的土地权状已被美兰变更到自己的名下，远走高飞了。这一下气得林茂松捶胸顿足，懊恼不已。但是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人财两失的林茂松。 终于自食恶果，这时的他才想念起家人，于是他厚着颜面来到碧娟上班的地方。你别惊啦，我是这代志吼，想要跟你参详啦。有什么代志？你阿母最近好无？你要叫我安怎讲？我知啦，我甲你阿母的代志，恁家囡仔绝对唔肯原谅我。但是总共一句啊。 一切拢是我唔对。
我即马已经足后悔啊！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即马讲遮敢有效？我知啦。自阿全搬出去了后，即马厝内底剩我一个人尔，孤孤单单，无任何人来照顾我，来关心我。我现在深深体会讲，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，才体会讲恁老母对我的重要。真是恶性难改，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是言不由衷。林茂松这招苦肉计能管用吗？阿辉啊，我嘛不知阿爸今仔走来头讲遮的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管伊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阿母啊，非得我反对啦！我反对恁两个好好。阿母，阿你的意思嘞？代志不只是看不惨啦，我嘛无注意啊。被美兰骗走土地权状的林茂松，精神已有点不正常了。这一晚，顾念夫妻情分的玉芳特来探望茂松，却被他误看成美兰。这个幻觉让林茂松冲上前去，欲将恨之入骨的美兰给掐死。无辜的玉芳被掐得快喘不过气来，挣扎的喊叫，才使得林茂松稍微清醒。然而神志不清的林茂松已被产生的幻觉吓得夺门而逃。不想啊！不想啊！不想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不想啊！报应终于临头了，林茂松这一跤摔走了健康，成了半身不遂。看来因果报应、屡试不爽这句古话还真有它的道理在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回来啊！你别跟阿舅。我无你这款后生，阿爸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跟你走，你敢走啦？阿母，无啊，打你妈妈安尼，人咧讲吼，歹囝也着惜啦，啊，好人是无得招呢，你莫这么歹看好无啦？哈，我着这么弱，干嘛无路用啦？你看你啦，到这个时阵，你搁讲这款话哈？你这叫做山顶若无好叫，山脚都无好用啦。你哦，唔免怪恁囝对你无好，对你不好啦。伊自细汉哦，拢是甲你学的啦。你若要怪吼，即个来当怪你讲你上梁不正下架歪啦。恁哪拢走啊？规划事业甲规划，恁走恁走啊！阿爸，你看你，你搁咧起性地啊啦！卖插味啦，伊若想要死吼，就死伫个遮烂啦。囝，咱来入去。阿母，阿母，卖安尼啦。你爸无想，你卖当作我即卖还阁是伫迄个较早好欺负老玉凤啊。你也无看卖伊即卖伊生做安怎？你已经这歹过人嘞，哈！我他妈大声细声安怎？我警告你哦，你即马把我振作起来，好好活去，知无？若无的话吼，你就是吐袂听啦。好啦，阿母，我阿不能听你安尼好无？安尼行无？风水轮流转，受了一辈子虐待的玉芳总算熬出头了。这以后林茂松可得要看他的脸色，看样子林茂松的报应还没完呢。
谢收看。